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婷婷，从北京回来已经胖了20多斤，胖了20斤，整整20斤，都给我胖了啊！然后最近这段时间呢，也想减减肥，想听到那个减肥操。然后两个小女孩都说会，要教一下我，你们怎么教我呀？你想咋教我？教我舞蹈。行，走得慢一点，动静小一点，尽量不打扰到楼下的邻居，好吧？那不会，不会了，他奶奶，走不来了，这个不行，起来吧，握着先。够不着，那天削嘞，这个动作才能做嘞，我结晶了。妈妈，你看，做不了。够脚，够到脚，你要说够到脚这儿。哎，比你强。比我强。教舅舅一个接待嘞。青蛙泡站接不上。交个接待。我在这儿，是谁？为什么？是谁？啊，是谁？是谁？你那好搞笑啊！谁？那个那啥，我捧你。多喝点水，多吃点药，才能怎样？嗯。这是恁爸辛辛苦苦的种的，俺就长成这样了。我看底下评论是那个，说这有点不搭。啊，说咱那家具跟那个，装修可能，这虽然粉丝说啥也有，每个人想法也不一样，眼光也不一样。咱自己处理，咱自己住舒服就行了。而且我感觉挺好的，是，这是明黄色，头几年装的嘛，头几年都是那啥，炒火子那儿装的。你看能看出来，虽然是前两年装的，但是都是挑最好的。现在一看都是，质量特别好，一看都是好东西。自己住的，自己住的自己买就行了。对，弄的挺好。这都是主打的，都是明黄色的嘛。昨天在评论那个视频下边评论呢，我说的那一会儿就是想解释一下，好多人都说咱这装修可能给家具，颜色搭配不是很好啊，这儿的是吧？我感觉挺好的，我意思也就是，想解释一下。看你不能买成同一样颜色，买成同一样颜色，这屋里太单调了。你这里那啥一浅一深一浅一深搭配呗。对，咱现在买这都是当下就是流行这种眼白的嘛。然后再以后如果颜色不搭的话，再过桌布这儿的是吧，都粘。以后再自己做舒服就行了，自己感觉好就粘了。其实我感觉挺好的，我感觉你这边小在县城里没有装这么好的。
想再装一个电视背景墙，装一个沙发背景墙，还有个餐桌背景墙。现在钱成本都没有，都没有装修这么好嘞。而且父母就是一辈子挣钱也不容易，为子女买房。买房、装修，对，家里还得弄。家里你说城里，买车啥的。都是老农民出身。对，都是农民出身，一分钱挣的真是不容易。都是辛苦挣出来了的，谁不是打工惯来的？对，感觉挺好的，特别好，真是特别好，我内心感觉特别满意。可能每个人眼光、看法可能就是不一样，说啥也有模式的，对，一个那啥的，说啥也有模式的，咱自己住舒服就行了。人家可能就给咱提提意见，但是咱已经没有两年就不打算换了。这都是你我还有啊，那吧，对，咱说俺说，这仨人不是亲人脱落了，俺仨统一意见都想中这了，俺仨挑的都想中这家具了，感觉都特别好。主要是你要是都弄成一个意思，屋里又呆着要拆又内脏，要是内脏一点意思不一样，一个深夜去的话屋里差还好拆一点。哎，对，挺好的，只要咱自己住舒服就行了。以后时间长了慢慢的，这一直没用没注意的，这都好好的，没有必要坏，都浪费了，这真的太瞎了。就是那啥，折腾到现在没有住过人，对，没有住人，真是新鲜，都是新的。等以后用旧了或者不能用了，以后开始乱坏了，发脏了，以后再坏，是吧？